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叫我恩师？因为我是用师父的身份去救了很多人。所以我有一次去在祥德寺要下来坐火车，我忘记带钱，因为我们身上有时候没有带钱哦。啊，就有一个人我不认识，跑来说：“哦，师父，你要出去哦？那我这里2000块供养你哦，因为我刚好忘记带钱，我就可以买车票了。”然后我就去把我救度众生的个案的功德就回向给那一个人，他福气很大，他就中奖了。诸位同修，你们要记得，我救度众生，我都在抓你们那个虔诚的心，懂不懂？那种诚恳虔诚，因为你要逃过死劫，要有很大的功德，这个大功德你没办法的，不是只有钱可以做功德，不是，钱不够，必须要很大，功德要很大，懂不懂？而且要有一念很诚恳的心跟我配合。我最近也救了很多人，那一念诚恳的心最重要哦，诚恳的心哦，跟我配合。刚才这位居士他懂，他讲我给你们的比较多哦，我要给你们大功德。感谢上人慈悲，感谢上人功德无量。也够用了。你两个都起来，他们高雄来的。我记得我每次连线的时候，我都说各勇呀，爱注意各勇，爱注意。既然香港的火友有人听，以为各勇是一个男的孩子的名字，呵呵，一拜。因为我刚好看到是高雄的，因为高雄那时候有障碍要现前。高雄是一个地方的名字，有障碍要现前，虽然是常常往那里跑，所以我常常往哪里跑就要注意一下哦。我在处理问题，懂不懂？啊，所以我往高雄跑去拜梁皇，啊，刚好那个黄居士啊，有人他度了很多慧眼，那些慧眼都来拜佛，而且他们最喜欢来给我加持相伴。然后点灯参加内坛功德组，所以你知道吗，高雄气爆的时候他们是住高雄的，高雄气爆的时候他们逃过死劫，气爆。所以地藏菩萨对洋上的众生很爱护啊，地藏菩萨对洋上的众生非常关心，非常关心。那个气爆哦，因为梁皇拜完，但是那一次我好伤心，一直告诉大家都赶快哦，有业障要现前，赶快，要小心，要赶快。你看那个气爆的时候很可怕，来我们那边拜梁皇拜佛的人，他在骑摩托晚上12点。在这里停红绿灯，他走了，后面来9台摩托停红绿灯，刚好气爆，全部都死。你看有没有恐怖？这个世间有没有可怕？所以一定要多注意业障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业障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？很可怕，不是用钱能够买的，钱要去制造成功德。这个功德才可以帮助你的业障，懂不懂？我是一个很客气的人，我救人，我就希望大家不要担心哦，就记得我救好多人了，但是有的人我都没有看到了。但是从今天以后我救到的人最好都回来再给我看一下比较好，一给我看比较好嘞，一。感谢上人慈悲，一有人给我看到他逃过障碍，你看那个气爆的时候在爆，你看那位会长他就有看到，
你看他的会员抱抱抱抱抱在中间这里，突然隔壁就熄灭了，哦，突然熄灭，有没有不可思议？非常不可思议的。其实我们能够一直在恩师上人的座下，是我们最大的福报。我常跟每一个我有缘的朋友说，能够依止恩师上人，能够依教奉行，是我们累劫修来的大福报。所以在此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居士大德，你们都是非常有大福报的人，因为恩师上人从这么远的地方飞来 澳门然后香港，跟大家说功德跟健康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有福报了。其实我们这一次高雄，我们台湾高雄的大气爆，我们大家都非常感恩恩师上人。当气爆要发生的前三个礼拜，恩师上人非常慈悲，他到高雄来。因为每一次我们看到恩师上人来高雄，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就像孩子一直盼着母亲来，终于母亲来了，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法喜充满。但是恩师到了高雄，他非常悲伤，他非常非常的悲伤。我一直恩师23年，我第一次看到恩师这么悲伤，他就一直很伤心的告诉我们说，我快压不住，压不住大灾难了，我快压不住了。我们当时也是就像孩子跟着妈妈，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，也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恩师就要我们说，孩子你们要赶快用功，要赶快用功，我快压不住了。之后恩师又回去之后，恩师过了2个礼拜又来高雄，那时候我们又好高兴好高兴，因为恩师又来了。那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无知的孩子，只知道说妈妈回来了，就好高兴。但是我们不知道障碍已经要现前了，真的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然后恩师回去之后一个晚上，我的会员，因为我也是住在灾区的人，因为他跟我讲，师姐师姐，快呀快呀，赶快呀，赶快求恩师救度啊，赶快求恩师救度啊。我说什么事？因为当时我以为是地震，因为真的以为是地震，震得很大，声音非常非常的大。他说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快呀快呀，就像世界末日一样，真的像世界末日一样，我怕死了。因为他刚好是在灾区，他说从来没见过像是地狱，整个地上全部都爆得像5层楼高，车子飞到5层楼上，整个所有我们整个区域差不多有2000公尺左右，三多一路到三多二路，整个全部就像地狱，真的很深很深。我那时候吓到了，真的吓到了。恩师好慈悲，他隔天一早就要我们所有的干部居士进驻灾区。我们去了看了灾区，真不敢相信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整个地往下挖，最少有6层楼的深度，整个地面整个全部都翻过来。如果说那个是，战争，那个比战争太严重，严重到让你感受到说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？恩师好慈悲，他早就知道有这么大的灾难，他就是要唤醒我们一念的忏悔心。